有请2020至2021赛季 CBA 联赛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胡明轩登场。同时有请李宁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、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张向都先生登场，为胡明轩颁发 MVP 手模。好，有请两位合影留念。再次祝贺小胡，期待你今天的高光表现。再次感谢向都总，有请两位回到场下休息。